可以啊，可以啊，好多机会打没有传啊，我也没有啊，好多机会打没传啊，自己打不进也没开嘛，对不对？哦，对啊，活动隆重无开，无开，无无开，然后最近也开的没那么多哦，最近也没那么常开，我知道从明天开始你们都不会开了啦，不会啊。可以开着，你可以开着啊，开着玩，可以开着玩的，是啊，就换我好，你有看到我朋友吗？我有的在说，然后他们满脸胡渣，换着呢。有听到我的声音吗，朋友？哎，所以我们现在刚好七，我好像听到我朋友的声音。好，怎么听到好像很难？他好像以前的我。是我那个玩牧场，然后反正就跑来我的台上来。你有看到我朋友吗，主播？我已经两天没有看到我朋友了。我看到他挂着牧场物语，好像超过十几个小时。你有看到他有问他怎么样了吗？笑死啊！今天这个游戏我们要来请喵哈介绍，因为好像喵哈已经先玩过一轮了。哎、欸，我跟杰瑞也都玩过，硬要拖一个下水。哦，杰瑞那时候被我们临时抓去了啊！这款游戏它总共应该严格来说，大概是我们有玩过三个模式啊，另外一个模式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人太少，我们当时玩不了，所以我们晚点可以实验看看。那它前面现在右边你看到标准跟别机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只是差在时间差别。那它就有点像是我们玩建筑的那个麦块建筑的你盖我猜，就是出一个题目，然后画一个图，那个图你传给下一家，然后下一家要去猜那个题目，然后之后猜完后再给下一家去画这样子。嗯，那我们应该是先玩别急啊，因为别急它不会有那个时间限制，就可以慢慢那个画、嗯。我差点讲慢慢盖，你知道吗？慢慢然后再来是一样画葫芦，一样画葫芦，它是你画一张图传给下一家，下一家要画出一模一样的图，然后后面的人时间会越来越短。大概是后面只剩下五秒、十秒的程度，太快了吧！前面是有好几分钟的程度，可是会很好笑。然后再来是秘密，这个也是很好笑。秘密是你打字跟画面是全黑的，你看不到你的打字，你看不到你的画面，但它的玩法跟前面那个你盖我猜一模一样，但是你看不到你的打字跟画面。下一家看得到啊，下一家看得到。这两个进阶模式我们玩一点外玩，我们先玩那个别急，就是哎、那现在就变到，因为是我们要先出一个题目，那第一 round 就先随便乱出。好啊，好，我们就设定几个字就好了吧，设定几个字可以啊，好，嗯，要几个字？五个字好吧，五个字先，五个字啊，好，五个字，是满五个字吗？嗯，满五个字，五个字整，五个字让我想想，那去哪边？是出题目还没吗？我要说五个字的什么东西吗？嗯，物品还是形容还是什么？嗯，物品会比较容易吧，形容物品会容易一点。物品要找到五个字的东西哦。魔力宝贝哈，硬要哎。比如说真的很大的。欸、真的很大的。哎，不要物品，好了，就是要物品。比如说像是团团雨天，哎、欸，团团走路中。之类，就它是个物品，可能就可以扯到五个字了。加工作，芒果披萨烂，凤梨披萨滚，有个形体就对了。对，有个形体就好了，刚好五个字，可以。我不能说一二三四五这样。嗯，我想一下，刚好五个字。你们先想一下，我再按开始。名词的形容。嗯，好，有什么啊？周三阿米狗。哎，刚好。哦。没有啊，直接拿那 logo 出来啊！哎、欸，我发现我有个观众出了这个题目，好棒！我要先复制下来。我啊，我想好了，我要随便打，自己打。好，我复制好了，我复制好了。我好了。我想一下，我想一下。嗯，这个要怎么画？我觉得超难的啦。我知道那个了。等一下，怎么你们都那么快都有题目了？我还没想到。你看你的聊天室有没有帮你出题？哎，对，我要看聊天室。没有，大家不想理我，哭了。哭了，没人帮忙出题。我的聊天室，如果要看我聊天室哈，那我可能要出一下
安安安安安，对，好多安哦，原来不的，嗨安安小雨，你在重复六个，我这边是Tommy台主安，你吧，你可以写Tommy，不要麻将啊，还有什么？好了，好了，想一下，然后明天会变成朋友、哦，好难哦，好难哦，都在想什么，好难哦。突然要想题目，对啊，哎呀，我们就热暖身体就先、啊。我会了，我好了，我好了。我可以用个名词，两个字或三个字的名词，然后配个动词之类的。不要什么成全代幺九日麻怎么中毒啦笑死。好，我想好了。好，我要有一个，我要有一个，我想到。好，我好了，我好了，好了吗？都好了吗？叉叉小雨，好。小雨好啦，叉叉小雨，好，我按下去咯，开始。我要吃什么啊？要吃什么？完了啊？这个没有，这题目就打题目，要打题目。那右上角啊，右上角就是你的那个时间倒数，待会会。哎，看我要吃什么？哎，他点坐了，是不是？对对对，点坐了。点哦，就是这是出题目，就是出题目。好了，我坐了。什么？还吃了哈记哦？什么东西？哎、欸，我不知道他长什么东西，这什么东西？我他跟你出的吧？这是我不会。你看，这什么？我忘记他长什么样子了啦，我只记得颜色而已。完了，哇！我要。可以扛住这里，不错，站。等一下啦，我的背景啊！啊，好白痴啊！不要紧啊，这十四题哦。我忘了啦，它长怎样啊？有时间限制吗？好像没有、啊，没有。那个这个别急模式就是当最后倒数第二个人按的时候，他才会开始倒数。哦。你笑太开心了吧？不是啦，我那画的什么鬼？老烦死了！我忘记了它怎么这是颜色，我以为是。它可以调色，最下面那个大的按一下就可以啊，应该是吧？哦，这样吧，好啦，就这样了。完全忘记。哎呀，好害羞哦！哦，这一部我没看呐、啊，哦，看不懂。你为什么画一个图可以发出咿咿哦哦的声音、啊？什么颜色的那个啊？很赞！对，它是哈，这样吧。我好想乱画、哦，我很认真，我要先说我很认真在画，我超认真。啊！是这样，你的认真怎么带着微笑，很奇怪。对、啊，等下你就知道了，我是多么的认真啊！什么？我是碧卡通，我今天是熊菲尔哈！我跟你说，熊菲尔，熊菲尔那个图案长什么样子？它有一个，哎呦，哎，看你们这是北兰呢。这样子应该很明显的吧？看得出来。我觉得我先等下。我记得了，它上面好像是有一些什么之类的，之类的。我记得上面图案成什么样子？哦，要打开这个、啊、哦。每次大概就等这样吧。每次玩我画菜都会不一直按到把背景变全黑啊，怎么办啊？你是油漆桶大师吗？哦，没事没事，可以回来，没事没事。他可以上一步，对啊，扛住你。他右边有那个左右的箭头。啊，那个嘞，左上角的长什么样子啊？勾勾是好的意思，好的意思。现在已经两个人好了，这样。哦，所以上面那个是第二轮的意思，这样子吗？不是，现在是两个，我们总共有七个人，有两个人按坐了。嗯啊，上面那个是二，就是画三是拆四是画这样吗？哦对对，上面那个是轮数，最上面是下面那个是。为什么没有那个东西哦？没有打勾的那个是的准备好了吗？啊，上面那个是轮次啊，在上面那个
最上面那个白色的二十七是轮次、哦，可以啦，怎么会猜不出来呢？就是你看到画面总共有两个七嘛，上面那个七是轮次，下面那个七是哦。对啊，我是问的。明明玩过游戏的我表示哇哦，哇哦，这件事情呢，哇哦，酷哎、欸，酷耶。啊，就这样吧。等下那个尾巴是怎样啊？忘记了。哦，我干脆来无聊打今天我的标题，今天到底有哪些人好了。耶、yeah! ！耶！我真不记得长怎样。没关系，差不多就好了啦。我再编辑一下好了。我后悔了。那有点太闹了，要我想一下我要怎么画。没关系的。还有，奇怪，把它当成 Photoshop 来画，是气死。对，我一直按 G 想要填满，不对 ，G 没反应。已经有 Ctrl D 不错了啦。你们都还记得快捷键哦，好厉害哦。这个、哦，我都没有用快捷键，我都是用滑鼠弄到底，哎，我也是厉害。然后 Auto 点右键，可是不能吸色，可恶。好专业哦。嗯、啊，做好了。哎，对，它好像没有吸色。啊对啊，他就我只能凭印象。他说有两个手臂。突然也可以讲一句不好玩的。我有一句话好久没讲，要多久？等一下，亮加油！哈哈哈哈哈哈！我在乱画、欸，但我打那个题目也是，所以打题目看要不要稍微等一下。好啊，好啊，好啊，好！哎呀，到了，猜题目了，我放弃了。啊！我不是，是什么？哈哈，这个是那个人吧？等一下。No.他叫什么名字啊？我忘记了。我好了。叫什么名字啊？我一定要五个字吗？还是当然四个字啊？这个是这个叫啥、啊？应该是这样子吧？好，我先不按好了。应该是这样吧？对，我先不按，先不按。可是那个叫什么啊？我想一下，是这个人吗？啊！可是要怎么把五个字塞进去、啊？对啊，我也不懂他怎么五个字，我这怎么想都六个字哎、欸。这样吗？哎、欸，可是，可是我要强调颜色。哎，这样吗？好啦，好了，就这样了。都好了吗？还没。等一下，等一下，哦、还没。好好，那我先按回编辑。要干嘛？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啦，我就这样了，我不管了。哇，我跟你讲，我觉得这个，我猜的这一题应该是阿进出。等一下，我发现画这张的人为什么他有三条手？三条手、啊。哦，这个还不错。五个字。是啊，是、哦、元素，他元素好多、哦。好可爱哦！要符合题目嘛、哦？对，要五个，就五个字啊，五个字。P O M M Y。就过了，啊，我好了，就这样，就这样，好，打哥，打哥，亮亮亮亮亮，喂，好，喂，你好，我被死了，这我要去查一下了，我要查一下，等下，这什么？没有玩的啦，这个题目的人很时事，我的天哪！哦、我的妈呀！等一下哦，这怎么画嘞？嗯哼，啊算了，上轿，这样好了啦。哦，安妮娘娘。然后，
天哪，我画这个怎么感觉画的这么好啊？自己讲，到底画了什么东西？更啊！哇，我真的好佩服我自己，厉害了我的团，厉害了！哎呦喂啊！我画他完了。我怎么找不到那颜色啊？哎呦喂、啊！我好了，太快了！一笔我一笔还没画、欸，我也画好了，太难了吧？这个要怎么画、啊？好快啊、哦！咦，哎呦，这个可以，那个是本人出的吧？老我要这样子画是什么东西算了加油天助我想画这样就好可是我想多画一点阿三这样、哦吓死我了等一下别再按了我以为要结束了我吓死了，你知道吗？当时我害怕极了。哎呀，嗯，这个都是什么颜色的、啊？我想一下，调色哦。下面按大的，大的那一个哦。哇，反正大家都还没玩哦。那就，然后。让他气色好一点这个我就不太会画了就只能这样了你没事的话来随便画了画蛇添足哎呀这样子好了哎呦我总不能吸色了哎呀我很骄傲我也好了你们好快我好了好快不是可以吸色吗、欸、有吗他有调色的那个可以吸啊哦真的耶有耶、欸、有你是说最下面那个大框框吗对啊大的那个可以、哦、我要画蛇添足了啊！哦调色可以调这么哦。哎、欸，为什么吸不到？啊、哦，有吸到。再画下去、啊，哦，可以吸四窗外的吗？啊，可以吗？他说可以吗？他说可以吗？我说可以吗？我说可以吗？你的画也太强了吧。哦，他可以，可是他还是会以他。就是它里面有的颜色为主要，没办法吸那么明显、嗯。好了，就这样。嗯。帮你加个这个。啊！哦哎。好难哦！啊，不对，他的这个应该是要往上。赶快修，赶快修。这应该就是他的吧？哦，在上面再画那个，这个应该是这个。啊！还有他可以 Ctrl Z， 不然真的是尴尬。哦、他可以 Ctrl Z 哦，可以，他可以。或者是你点左下角、右下角，或者是他右下角那个返回，可以，对，也可以。好了，嗯，我觉得我们可以来想一下，待会要出什么题目。等一下、哦、啊，真的也可以趁这个时间想一下。我们上一次是玩像是动漫题目、电影题目、YouTube 之类的，嗯。来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我十秒得罪 YouTuber，
又要得罪 YouTuber， 一秒，我们一秒得罪。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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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对耶，嘿，嘿，嘿，差谁呀？还有谁？完了，完了，完了！哈，哇，啊，这个怎么？为什么？为什么有啊？这是什么？哦，我觉得这是十四吗？那一个，哪五个字啊？五个字，叫什么五个字？怎么办？好可爱哦！可是怎么会有我自己？啊！等一下，太快了！等一下，好了，好了，好了，完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有的要素都进去，只能这样了。完了，完了，完了，来不及了！这是谁啦？等一下，我没看啊！等一下，太快了，什么东西？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等一下，这是什么？我真的要估一下了，抱歉了，各位。这颜色、欸、有没有拿空白的？那得估了。我没有空白，我没有，我是有东西。有会有空白的吗？就刚来不及打题目哦。这是什么意思啊？是我连续两句话很像的东西、啊、哦，就是他哦，哦，这个颜色、哦，这个颜色，好，完蛋了，完蛋了是什么了？我要被他的东，我要被他喜欢他的人看爆了，看爆吗？哇！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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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吧。哎、欸，我画好了、欸，我可以这样就好了，好快，我可以这样就好了、欸。应该画这样就可以了吧？等一下啦，这怎么画？就这样好了啦。欸、等一下，我把我怎么会画出肩带？等一下，我怎么会有肩带？一个女性角色，我错了，不是，哦，不是，要怎么表示这个啊？不能写字，对不对？不能，不能。等一下，再让我看一眼。哦，它是长这样哦，我完全画反了。它是长这样，你是怎么？很不熟、哦。我真的对它很不熟哎、欸，认真说。怎么表示？完了，完蛋了。啊，好像有一点样子了呢。啊，我想一下怎么开想，这样好了。哇，这歪了错了。哎呦呦，然后这里是这样。哦，这样这样这样，我已经无聊到去查图了。你要查啥？你的那个题目是怎么那么简单、啊、就十四题啊！哎，阿旺，你干嘛头痛啊？明明就很好看，听起来很妙、欸。还要不要加加、啊？啊，阿旺要不要来玩？阿旺来玩啊！这个可以很多人，你就直接进来，上面网址点进来。阿尼啦，喝啦。他看起来像异星生物。我在画异星生物哎、欸。完了，他被我画到好像异星生物。完蛋了！我没有。
没有绘图板好难撇哦。我跟你讲，我的程度是有绘图板也没有用啦。下面是穿什么？穿什么？哇哦！穿啥嘞？完了完了！好了，好奇怪。啊，就这样，就这样。隐形生物就隐形生物。那我按喽。还有没有？等一下，等一下。杰克很崩溃。啊哒！啊哒！啊哒！叫起。啊啊！怎么考出去没有用？啊我啊！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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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奇怪，他突然读不到我的。那他再慢一点，配件越来越多了。配件越来越多。好了，帮我看不到。加个头发，这样好丑、哦。所以他本来是没头发的。嗯，有啦，他有头发，只是我没有画他头发、啊。快好了，等一下哦。要多久？我觉得我画得很棒。我也觉得我不错。啊，好烧焦、哦！对，会歪，对不起。OK， 他扛错力可以几次啊？不知道，不知道，我没有实验过。哦，好，你可以踹踹戏。我想到哎、欸，我们下一局来玩童年回忆如何？魔力宝贝，宝贝，就画那个。就画各种模式就好了，好画了。我没看过，我不知道。没玩过啦。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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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年回忆还可以玩别的啊，童玩啊，卡通啊，食物啊。这样吗？这样我觉得好。食物语啊，这样好像。食物语那不童年吧？不是童年吧？等一下。这样。梁耍十字契约啊！等一下，那也才几年前。阴阳师啊！亮亮亮亮亮，风之谷、啊、差一个，风之谷还风之谷，风之谷是怎样？谁还没按？有了！亮亮亮亮亮亮亮！啊！哈哈哈哈哈！为什么？哦，这个可是这个怎么只五个字啊？哎，待会不要按太快哦，右下角。好，我等你们，我好了。其实这个作品名称超长的、欸。好了，这样我那怕没出题。茶叶蛋，他自己是从头到尾都会画动漫题目。你怎么知道是我？因为你第一个题目很明显是你出的。没有，不明显，不是我。真假的？哦、你第一个题目？我知道，对，那个不是我出的。我刚看到我自己，我刚吓一跳啊。你看到你自己，你看到你自己，哇，看到了你自己。哎、欸，不是说要按一起讲吗？还是什么？对啊，对啊，大家都好了吗？哦、都好了吗？哦，好，那按了，好了，好了，按。那这边我就开始一张一张来显示、哦。第一个应该是我出的题目啊哈、哦，我出什么？哦，杰克撞题。我讲差点撞题。他计划的，你怎么变胖了？这个是我画的，哦，是团团先画，杰克粉多。我想说要把就是要素留下来吗？好可爱哦、喔！还好我看到的时候是最下面这张，杰克，你的神作，你真的好猛哦！熊菲尔是团团哦，对啊。太猛！好，下一个是杰瑞出的题目。太难了啦！四梗哦！哇塞，你画太仔细了吧、哦！我看到第一眼想说，到底是什么？是一个什么纸牌之类的吗？我没上色，人家说什么树干上面贴 OK 绷？哎、欸，你们画太仔细了吧！哇哇！你看，我刚刚来不及打，卡，纯卡。
不用把那个挖土机挖出来。对，挖最孤独的挖土机。下一个小雨，是我啦，是你啊，还是你啊，是我啦。为什么会？为什么我？我来了，阿基吹风扇。我跟你讲，我跟喵很强。喵，你看，猫咪也回来了。欢迎啊！没有电风扇了，没有风扇嘞，我接不起个头皮，怎么？电风扇，你歪了你自己。我想到就是对，杰克出了。手我首先出一个，我觉得这好像很容易歪，完全没画到哎、欸，我也没有印象，我也没有，你知道吗？那个是，哦，原来是这个啊！我有这个的，有左上角的，左上角，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原来是这样来的，我知道了。原来我是手机模拟器啊！歪爆哎、欸，歪到爆炸！哦，我的天！变其他平台下一个哈进，出什么？转身是 M， 是 M， 我就想这都是你出的， 我一看到我觉得是你，这个是我出的，对。哎、下一个很猛哎、欸！旁边是那个什么龙？风暴龙、那个？暴风？风暴龙？暴风？对，小鸟。哦，那个好亮哦！你这画太化石的天竺，你知道我猜你猜错了。转身，转身的史莱姆。哦，这也不错呢，他都好呢。我没有完全只有我错字吗？就可以了。又背过真的史莱姆，转圈圈，转圈史莱姆，然后团团出了。自肥啊！我差点猜团团，我就烂嘞。什么比战优？什么比战优啊？我猜错方向了。耶耶！没事做，还是画图。我等着你。耶耶！你变拇指反了，耶，太大了，你变拇指反了，你反了，拇指反了，变怀人的啦，繁星出了，哦，果然，我很抱歉，我刚忘记要猜什么了，我天，强棒，有，哎，大家好像都蛮像的，哦，所以他的上下家是乱码，哎，对啊，乱码。你知道南方四剑客哦，还蛮像的，空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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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好，童年回忆。哎、欸，我们现在一轮就半小时、欸，哎，太浪费时间了吧？童年回忆哦，还是我们要那个有它有时间限制的？你是说连画图都有时间限制吗？它全部就你看右上角会慢慢倒数，感觉好像蛮有趣的。哎呦，好像蛮好玩的。可以试看看。哎，我可以丑灯一下吗？可以，可以，好。好，那题目是什么？童年回忆哦，不限字数，任何的童年回忆都行，任何你童年的回忆。被妈妈拿皮鞭打之类的，好恐怖、哦！哇，这童年回忆，童年回忆哦，哦，很多哎、欸，聊天室，聊天室救我！我已经想好了，等一下抽到我的题目应该会很痛苦。童年回忆，童年回忆，我突然觉得杰克童年跟我会不会有落差？哎呀！等一下，等一下，我把这忘。搞不好有落差，我不知道、欸、我觉得应该有落差。我想，我抽筋一下。哎、欸，那阿汪要进来吗？因为他对啊，他童年回忆哦。
然后感觉不能太简单，感觉很容易撞。疯子狗。嗯，可以是游戏，可以是物品、啊、就什么都可以啊，对啊，都可以啊，对啊。嗯、啊，就这个了，就这个了。对，我可以先打好复制。哎，它几个字啊？没有，啊、没有，没有限制，没有限制。好，这个好不好？有人不知道？这个我觉得绝对歪，这个我觉得应该绝对歪。歪起来。好，那我开始，这次用标准哦。好，来，好，开始。噔噔噔噔，疯狂的甲虫抗议。这个实在是有够魔王的，我个人是这样觉得。我觉得我出的算简单的，我的一定超难表达的。它是形容词哟，没有，它是一个事件。哇，哇事件，你是杀人哦。啊，它右上角到时候就时间应该都固定的啊、嗯哦，差一个人，谁、哎、没按？不行，这真的是我的童年。哇哦！哇，这个是不是杰克啊？怎么啊？我查一下。我还真没看过这一部哎、欸。我要超烂的，超烂的画法。这个哦，对对对对对。哎、欸，等一下，这时间有点快啊！哎、欸，对啊，这时间是不是有点快？等一下，什么什么什么？这里有点快，等一下。这他长怎样啊？等一下，等一下。哦。哦，比手速，比手速，比手速！知道，知道，知道。画超快，没弄到，没弄到。好了，这好好画、啊，长这样吧？应该是长这样吧？它里面长什么样子？里面好像就啊，类似吧，长这样之类的。太快了啦！好了。完蛋，这杰克是不是不知道这是啥？有这么代沟的吗？是，因为如果是我自己一瞬间看到，可能也突然想不起来。这应该能够意会吧，我猜。等一下啦，哎呦喂啊！今天 DC 有一直被霸凌，没有？哎呦，真假的一直被霸凌哦！啊，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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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颜色不见了，剩下一半哦。太快了啦，再快几点哦、喔、很气很气不对是这样子啊，不对，白色一样的颜色啊，我不知道这样能不能意会出来啊，差不多啦，就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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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是圆，哎，完了，应该就是这个东西吧，啊，随便啦，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啊啊，这样啊，拿一个这个，来不及了啊，哦，好，就这样了，不管啊，不管，就这样，就这样，够丑了，好，好，就这样了，好，然后说就这样，然后还是一直在画，差不多圆的了，这样，歪了，歪了，随便了。哦，哎，这个什么叫什么啊？为什么是这样子？是什么？如果一下还是要时间吗？要时间？有时间，有时间！哎、欸，太快了啦！等一下，这个是什么？应该是这个吧？啊，就这样了啦。好，啊、我突然感觉到年龄的代沟了，差不多了。这是什么话啦？啊！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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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时间时间，给我答案。这个什么话？这我想一下，这个好像知道，大概知道怎么。其实应该是这个哎、欸。我好，应该是这样吧。我在画什么？好想按复制贴上、啊、哎呦！完了完了完了！我已经不知道在干嘛。
我尽力了，我要这样了，我好了，好快，我还是这种画，因为我乱画，哎呦，你怎么那么快啊，杰克？太快了，能意会出来就好了。你好快哦，你好快哦。啊，对对对，我最快，我最快。哇，已经承认了，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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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是哎呦，谁知道这啥？我自己都看不出来。我操！哎哎哎，好快好快，要结束了要结束了。对耶。不不不，好，应该有了。啊，不管，就这样。哎呦！哎呦！太快了吧！我来画蛇添足一下。哎呦喂！而且这个东西怎么会这样子啊？很恐怖哎、欸！好了，我已经放弃了。这三个人怎么猜到的、啊？太猛了吧！啊！这是什么？啊！我怎么觉得我这个跟我上一题猜的答案一样啊？是什么？哦，我要猜这个了，这个应该是武侠游戏吧？武侠游戏玩不好啊，应该是这个吧？不要这个了，不要念出来，不能念出来哦。对，不能念出来哦。这个我也有，我也有这个。我要歪了，我要歪了，我要歪了。哦，等一下，啊完了，好了。哦，还有，好，没事，好。牙啊！什么？我不知道是什么的呀！我去，什么啊？等一下，白痴哦！这个字画得出来啦！等一下，我这个怎么画啊？这个我想一下啊、哦，它长什么样子？这样，我不会画。我查一下到底长什么样。完了完了！啊，我其实没玩过这东西啊，我知道了。完了，代沟出现了，代沟了，代沟了，哀伤，到底是三小，哀伤，嗯，它颜色是不是就左边那几个？对。或是可以微调、你可以按大颗的那个底下那个大颗色块。嗯。哦，看到了。等一下，白色，我光画这个时间就已经花一半了，我要该怎么办？我没按弄。大概是这样，这样吗？就这样了，随便了。不知道在画什么了。这太多了。这是两颗马铃薯吧？我不知道该怎么还原它哎、欸！啊，我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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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啊！这下，比考验手速的时候到了，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就这版就是了。啊，就这样，好了，就这样。我好棒，你好棒。你超棒，你最棒，你最棒，我最胖，我最棒，耶、yeah, ！就这样了，啊，不管就这样，好了，就这样了啦，差不多了，太快了啦，逐渐抽象，难太难了啦，有一只长得像，另外一只就是一颗马铃薯，一颗马铃薯，等一下。哎呀！完了，那对嘞，啊，这个哇，哎，什
么？重复吗？有人出重复的哦。有重复，刚好像有重复，有重复，好像有重复的呢。这什么？我不懂。完蛋，我真的没回童年回忆耶。好会画，好还原啊！哇，对吧？他怎么样？那个好可爱哦。啊，听到乱猜了。今天的评语说很可爱，应该就知道不是我的了。不要这样嘛！不要这样嘛！偷偷的听。每个人的可爱的价值观不一样啊。啊！笑死！开始，开始，开始。开球打排球哦，很好笑哦。好可爱！哇，好难哦。这个应该不会歪了啦，用生命打排球。这个很难歪耶、欸、太歪了，两颗马铃薯。这越来越远嘞。其实我觉得宝贝球出来就蛮明显了。对，下一个撞体没有、欸、不是数码暴龙机是那个吗？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一台、欸、是这个吗？都是一样的东西啦，这个系列都是叫这样，它都叫数码暴龙，对，怪兽对打机，对啊，怪兽对打机。哇，你们的版本越来越不一样哎、欸，对、欸、吧？版本变了，版本变了，你看回到最后一个了，被刷条码那个、啊，这是重播点子机啊！没有没有，因为我小时候玩的是这个版本的了，就最初版最初版的是这个啊。对对，这是最初版的那个，那个是。对不起了，我是玩这个版本的。可以可以可以。上面那个是动画里面的那个，对对对对对，那个是后来出的。神圣计划。居然这个是爆破王啊！这是爆破王的救命，一样东西一样东西。哎，好猛哦！哇，你还夸胡？哇，你还夸胡？对，原是夸一个过来，反过来，反过来，反过来。哇，熊飞很会画，熊飞画得很精髓啊！哇，蓝宝，蓝宝，凑五个字，他是蓝宝吗？他是蓝宝啊，对啊，哦，偏飘水鸳鸯哦，这个是童年的，现在买不到了呢。完蛋了，没事，我没有玩过，没事，熊飞了，我救回来了。我刚看到，我看到烟蒂会爆炸，我就知道了。丢水里，怎么会有烟蒂丢水里？回来了，我醉了。就画不画？还好我没画烟蒂哦。这地方，因为我没有玩过啊，我也没有玩过，我也其实也没玩过，我也没玩过，可是我知道啊，我原本是打那个什么，哎、欸，我原本是打、欸，我是完全没按照，叫我赶快水鸳鸯，我完全没按照他的话、欸，哎，我想说烟蒂会爆炸，不可能啊，你就哦，哇，强哎，为什么我不知道怎么画，然后现在好了。差不多，差不多。王国纪元，太神了！哇，界面，哇塞，哇哇，好猛哦！金刚战士 ，Power Ranger。你画得很好哎、欸！我不知道怎么做的战队系列的。对，我也不知道。对不起大家，我对不起大家。应该把它去掉，战队系列就好了。没错，我对不起大家。怎么？他怎么？你怎么是宝贝演员？我对不起大家，我是宝贝爱的来。我对不起大家。啊，只有我是世界的。哦，原来这是你啊！我以为这是杰克出的、啊。没有，是我啦。好、哦、完了，请给我黄金，对不对？好可怜，请给我黄金。他直接说，为什么？歪了歪了，又回去了。我好强啊！你太厉害了。我们衣服画一样的、欸。为什么那么多问号？我是想说，为什么两个世界？真火啊！难怪你会说，我会有重复的。我是连续两个。
哇，我们来换那个模式好了。一样画葫芦，他没有打字，从头到尾都是画图，连你出题目都是画图。对，那我们要先，你大家要先想要画什么的方向吗？想一个范围，物品、动物这样吗？不要，尽量都不要到太难，因为到后面你可能只剩十几秒。哦，好，哦，啊，你先仔细一点，不然后面会变成不知道画什么。其实是没差，就好玩就好了。对，只是看有没有要弄个方向。有主题吗？就最简单的就人啊，人哦，人最难画，人不好画。你要接我，我瞄他后画的人后面会死掉。我只是画火柴人，对吧？我也是画火柴人。动物嘞？动物吗？动物也行。动物好，动物可以。好啊，好，好，好了，我好了。除了后面都是四只手，哎，是两只手，两只脚。就是东西都长差不多。我好了。好，好，你们已经想好了。我好了，我还没想好，我好快。我看一下他长什么样。我故意画一个比较冷门一点的。就撞你。就大家全部都画一样的Tommy。什么呢？佛罗里达喵喵算吗？好，我想好了。好。鳄鱼啊，要开数了吗？等一下，我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就动物都可以吗？嗯，对，动物会呼吸的。好，好，要会呼吸哦。我是不太确定要会呼吸，要会呼吸哦。会吧，它应该也会呼吸吧。那我按开始了吧。好，一氧化葫芦开始，砰砰。啊，也有时间哦。对对对，他这有时间，而且后面会很快。讲这样好了，好了。好可爱哦！好可爱呀！因为这个人不知道这是什么，那也没办法。我希望他知道啦。哎，这个好像。我想一下啊，他好像有这个。我好吵啊！我好吵啊！有这个。我好吵啊！我已经画完了，可是我就算了，就算了。我也画完了。就这样。你看，大家都有猜到，我很成功。完了，聊天室还没猜到哎、欸！哎呀，猜到了。好了，这个拿掉了。这个到时候一定要歪了。你们在笑我，好害怕。没有，我的超棒，大家都看得出来。我的大家知道他是什么，可是会一时间叫不出来他是什么名字。我的每个都在打他。他到底是 A 还是 B 呢？还是我的每个都在打瓦拉瓦拉。我跟你说，我的这张图有内建配音哦，你们看到就会有配音。大家有声音。居然有配音，太强了。对，没看到就会脑中会响起那个声音。怕爆，完了！不会是那个吧？我怎么会觉得？我怎么觉得会撞题啊？撞到麦克风。欸、我觉得哦，前面的时间给比较长，是不是？对对对，前面很长，可以慢慢来这样。哦，为什么我吸不到的颜色？好粗，好粗，好粗！我喜欢吃旁边这个。哎、欸，那我要慢慢加油添醋。还有这个，我在努力的加油添醋中。好，我要加油添醋。Okay.
完了，突然这样一讲，感觉会中。我这没办法加入天主。那就只好撞啦！啊，这样吧。撞撞撞！哎呀，还有剩那么多时间哦，我来，我也来画一下，画一下，画一下好了。那个，嗯，啊，我少了这个，太细了吧。这样子应该是它的细色系统也太难用了吧，不好用啊。好细啊，啊，不管了，就这样吧。我会不会加入天主丸他们乱，嗯，猜错啊，就猜的料理没有打字，从头到尾都只有画图，哦，都只能画，你要跟上一家画的一模一样，你只要照画就好了，照画啊，早讲嘛，我换了一个吧。他连那个看图的也算在时间内哦，所以看图不能看太久。哦，只看一眼是不是？知道他要画什么，然后我自己画另一种也可以吧？可以可以，就是下面的人歪啊。嗯，他是只能看一眼，还可以回去看吗？看一眼啊，一眼能看一眼啊，一眼瞬间，可以可以决定你要看多久。对，而且没有多，就看完之后就要直接画，就只能看一遍这样。对对对对，确认过延伸。哎呀，时间到喽！好，好，没问题。哇，哦，哇，太猛了吧！我会，这我会。哈，哎呀，这好可爱啊！按住，应该是这个吧？时间，时间。这个应该是，这是不是小雨出的？先点作画哦。嗯。啊，这个会，这个会，从小画到大的，从小画到大，对啊，哇哦，哇哦，完蛋，我只要长什么样子？啊，是这样吗？他刚刚是长这样吗？好像不是，你都照自己画吧，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吧？啊，好像。妮娜，这个大概是长这样。丢完妮娜，我在画怎么不一样？很难呢。等一下，我快没时间了。哎，对耶，时间 好少。后面会的超少哦。会快，越来越快，会比这个还要快啊，几秒钟而已哦。靠北，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原本想要旁边再画一个东西，算了，我放弃，对不起。抱歉，来不及了，哭啊！来不及喽！啊！啊！呼叫声！哎，好，出大事啦！出事啦！出大事啦！出事啦！时间到了，还剩三秒钟啊，两秒钟啊！啊时间到啦！叮叮叮叮叮！好可爱，哦，好可爱，可是时间也快到了，啊，太快了！时间快到了，我觉得没办法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耶，我在乱画。它有几只脚啊？这样了，好快！等一下啦，那么快，好快！是长这样吗？啊，我不管了，这样吗？好像是这样吧，不管了，这样子了。啊，随便啊，差不多啦，等一下，大概吧。太可怕了！你谁啦？等一下，我不知道他画什么了。好了，转转转转。哈哈哈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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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下，快快快，等一下，嗯，等一下啦！哎呦喂！哎，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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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倒退！啊、完了，这边另外一种生物了，怎么办？等一下啦，是什么东西？好奇怪啊！完了完了，它变成其他的生物了，完蛋了！完了啦！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了。等一下，让我点眼睛。什么？等一下，太快了，太快了。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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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等一下，我画太大了。欸、我画的很像，可是我时间还很多、欸。我上一家，你好夸张、哦！是我上一家随便乱画的。等一下了，来不及，不及，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好了，哎、欸，这好好玩哦，就这样了，就这样了，变了，变了，就这样了，就这样可以了。可以，完了完了完了，不行，来不及，来不及，完了完了完了，嗨！太崩溃了！这是什么东西？反正就跟着画就对了，不知道什么跟着画就对了。再给他加一个眉毛，这个眼睛，差不多。哎、欸，好好玩哦！哎呦，太乱了吧 ！OK，OK， 完蛋了，怎么完了？完了，我没时间了。哎，好哇！哇！完了！大眼者啊！大眼者！大眼者吗？还在宝可梦里面的、欸。哇！莫里龙被大眼者。我就觉得在搞笑。这是宝可梦的范围啊！可以啊，可以啊！哎呦！太笑死！这个从水系变岩系啊，这个很可爱，我差点撞题，完蛋了，完蛋了，我忘了题，完了，奇怪，原来是这一只啊，原来是这一只啊，你看你这到底什么？种族的退化史哦，啊，不一样啦，杰克不一样哦。你这是快乐树朋友吗？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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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趴另外一边，我趴这边。哇，欸、好强哦！哎，儿子，换边了，换边了，还是这边，还是这边。哇，你还可以挖那么多！
我不行了。有啦，我觉得这题没歪很大。再一次，再一次，他也在树上，他也在树上。熊飞了。穿山甲哦，可能会。完了。那是毛啊！等一下，乌龟了。又来，原来是穿山甲哦！我知道乌龟啊，你的品这边乌龟到旁边啊。那是还是什么东西？啊！是什么？穿山甲，你是我的。完了，你上色了。哈哈哈哈哈！哎，这个歪掉的留下来了，真的吗？对不起啊，笑死！哎呦，笑死！啊，水滴，好可爱啊，好可爱。那为什么后面会变亮啊？还哈气帅嘞！我觉得我歪了、欸，完蛋了！我刚刚那一排帅的，是什么？我其他就是一坨啊、哦！我知道为什么了，我知道为什么了。我刚忘记他画什么了。你画的不一样。哎呦，是一坨了！我要存起来，这太好笑了。会呼吸的肉。会呼吸的肉，我是想狂会呼吸的肉。哦，花枝啊，花枝，花枝，花枝，我画错了。上炸毛，炸毛了，炸毛了，赤足少啊！我怎么觉得怪怪的了？怪怪的了，越来越奇怪了。变什么？变成章鱼啊？那个我叫章鱼，章鱼啊，变章鱼了。歪掉了，歪掉了。我没有那个变章鱼了，变章鱼了，好可爱啊！好可爱，好累哦！哇，这已经歪掉了，给点腹肌耶！哇，笑死！白痴，太好笑了吧？下还要再玩一次这个吗？好啊，要玩这个好范围。嗯，想个新的，我要喝个水。我要喝个，好累。不要呛到就好。我们那天有玩一个题目，是你桌上的东西啊，桌上的东西。好啊，这假的？那下一家应该会杀了我。桌上是猫的公仔吗？对。没事，我旁边有一堆公仔。再讲，你要画你的公仔，那我们就要玩桌上的东西吗？好啊，好，好，好，一样是一样画葫芦，桌上的东西开始。好，那我画这个，那我要画这个，我要画这个，我要画什么？把Tommy抓过来，所以它可以吸颜色吗？还是有点难用？它在那个大块的里面点进去，是可以用啦，可是没有很好用。这很佛心嘞，可是要怎么画嘞？考验鼠绘的功能，这样吧。哎呀，搞料。我自己玩玩笑笑，靠北。Oh no！ 啊，就这样了啦。好快，就好了啦。没有啦，没有，我没按勾勾。我只是妥协，让我不要再画的像一点了。不要画的像一点是什么？不要再，就是我觉得我已经到极限了。哦，没办法了，我已经不想努力，我到这里就好了。哎，好的，这样吧。等下你们看到我，就会觉得我已经尽我最近以来最大的努力了，用尽洪荒之力。
没有错，等下交给阿姨了。没有，你们猜错牌子，不是那个牌子。好，我想画蛇添足，我再画蛇添足一下好了。哎呦，小心桌上的东西会长出来。哎呀，真的，哇，真来一把。哇，看来还是有人猜得出来的嘛！哎呀，不错哦，厉害吧？哈哈！啊，对，嘿，那个，哦，哇，厉害！你最棒了，颜色了哟、啊！是噎到是不是？出错啦，吓死人啦！嗯，反正这模式前面大家都会超认真。第一张图啊，只有第一张图可以好好画吗？后面就开始崩溃，有没有？后面是考记忆力而已。嗯，对。然后还有靠你的创造，从黑白到彩色，我们是从彩色到黑白，真的，怎么可能把上色？对啊，哎、欸、对，哎、欸、不对，我发现它是真的可以，是那个牌子的啦，真的可以吸很多颜色、欸，哎，可以啊，只是它吸的位置好像双萤幕会有影响，我吸到旁边的萤幕去，哎、欸、会这样哦，对我找不到，我放在原本的颜色上面，它竟然是白色，哦。对，他侦测到另外一个萤幕去，这样就有点尴尬了。处理坏掉了，完了，完了，右下角、那个、可以按那个旁边，不能回复了。右边的箭头，右边的箭头。就这样吧。哇，居然他这个图画到亮亮亮哎，好扯！等下亮还要十秒钟，对吧、啊？好，这不行啊！这猜错牌子哎、欸，真的是。我刚刚看到时间变长哎、欸，我的错觉吗？有人偷加时间、欸？它会卡住一下哎、欸。哦，应该那可能是网络延迟吧。没有，它就会跑一下，然后停住。对啊，它会跑一下停住哎、欸。你把滑鼠移上就知道了。好神奇哦！哎、欸，真的、欸。对啊。它现在就跑很慢。他就觉得我们大家都需要更多的时间。人这么的好，要了，时间到了，真的完了，我觉得要开始混乱了。耶、yeah! ！哈！哦，喵！哦，这个那个，这两个东西呢？蓝太难了吧？哦，等下不知道是谁收到我的呢？我啦！完了，看我刚刚画了多么的认真，蓝、黄、红，有点尴尬啦，我画不出来、哦。等一下，那东西等一下怎么画？能不能看一下刚刚的图啊？看不了了，哇，对不起，你可以看你的实况回播。对不起，我这是什么鬼？我在画什么？完了。啊，就这样了、哦。我忘记了，完了，没了我。我也忘记了，你知道吗？什么话我讲很衰啊？再画的完，再画的完，再画的完。完了，就这样了。完了，我要报复。我忘记旁边那只是什么了。完了。我还有时间画阴影呢！天啊，那就这样吧。好强！他有没有掉进其他东西？别这样子。干嘛呢？阿西，我忘记了，是这样啦。完了啦！完了！又是安妮，可以吗？哦，搞不最后这家。
我觉得这个人会不见啊，我觉得这个人会不见啊，这样子是不是接消失，其他等下这边其他东西，对，这样子这样子啊，这样子是吗？啊，完了，哇靠哇靠，这谁啊，我记不得啊，这个好难哦，这是什么？这旁边的生物我真的忘记了，这样吗？这样吗？啊，不管了，就这样了。啊！耶、yeah ！嗯，有气筒洒出来的声音。对。我就要爆开了！啊！完蛋了！啊！快快快快快快快！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就这样，就这样。完蛋了！完了，对，画反了，完了！这什么？这是我的东西！我要跟着画，我跟着画了，这个太棒了，太棒了，这个太棒了！完蛋！太难了啦！我画到一样的东西啊，哭啊！是这样吗？我怎么要再重画一次这个东西、啊？精算大师，精算大师。我去，这个东西我当时画怎样啊？啊，完了！啊啊啊！老师啊！好了，完了，这是我天！你们怎么都是长这样的东西啊？来哟、哦！我是要再画一次哎、欸，果然会有这一个啊！不要，我要画另外一边。好了，是这样吧？不长这样，我不记得这一个的颜色是什麼。精髓，精髓，精髓。这好像是这样吧？精髓，精髓。差不多了。我要长个脚。这样。Hello。哎、欸，我就扫这个，这一定是喵哈，这一定是喵哈，这不用看了，这一定是喵哈。我怎么有这个？哎、欸，喵哈先说啊，等一下，嘿，不好意思、啊，是你们会被观众干，不是我。不好意思啊，すいません。哎呦喂！哦，忘记旁边那一只是什么了。这个太好画了。我系统要炸出来喽！完了，炸出来！记得了，我死了、欸、怎么又是这个东西啊？哦哦哦哦、喂？啥、啊？我想说，欸、好安静哦！大家太认真了，大家都很怕，很专心。是啥、啊？这样吧，好像吧，好像差不多长这样吧。是什么？这是某一个零食品牌吗？大哥没有包装哦，擦把手吧，擦把手吧。哇哦！你右下角蘑菇头不见了，被拔掉了，长出来了。我们如果画反了啊！啊，兄妹而已，画的都很棒。哎，我旧的是不是中间是绿的？好像是的样子，最旧最旧，嗯，最旧是这样。近的，那个应该很难歪。对啊，这应该是差不多。而且是不是？而且这样好像是有两个，对，有两个，有两个手吧。
这到底百变怪呀、啊？百变怪多多啊！百变怪、啊。完蛋了！完蛋了！哎，你还上对了颜色哎、欸！不是，等一下，听我说。他的手变丑了啦！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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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熊菲尔，好可爱，可爱，就是反了，关机，哇哇哇，回来了，长回来的，没有尾巴，尾巴不见了，尾巴被烫尾了，烫尾了。猪变高哎、欸、画得很好啊我杀了你跟大哥一样难欸等一下他腿从那边我忘了好吗不要再说了差不多了慢慢一些元素慢慢没有了再想吧我上面这个他怎么不见了？我不见的是熊猫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啊！笑，这个好可爱哦！字幕的，字幕的，啊，完了啦！老爷，完蛋了啦！完了，我完了，真的是完蛋了，我只能说，可爱哦。我忘了是我画的腮红，吐出来了吧？完了！原本没身体的、欸，好猛啊！身体长出来了，来了！他长大了，长大变这样，站起来了。撞题了，撞题，撞题，撞题！这是插插把头，蓝黄红的。哎呀，老师画反了，完了，画反了。画反。哎，对，反过来没关系啊。没事啊，没事。那个跌阵略。哎，很强哎，你们颜色都有留着。没有，没有，没有颜色，没有。后面没有，后面没有了。啊！变成我品牌版了。我想说，怎么又插霸的？又变回来了，又变回来了。好累哦！我们可以来玩摸黑了。好，来摸黑。摸黑，它是连打字都是马赛克。那我会先建议我们第一个字，第一个题目我们可以先用复制，然后后面再用那个马掉，不然第一个题目都看不懂。哦，好啊，好啊。它是有输入框框可以选吗？还是对啊，然后它就像打密码一样。哦哦，要什么那个？对啊，好问题，出简单一点的。嗯，对啊，有什么简单的？百变怪，百变怪，我也都不见了，他手变手，手变头，手变耳朵了，他直接消失了，好吧？嗯，想象有什么？集思广益一下，没有简单，也不要太难。简单的，那这个时间会快吗？还是他好，我忘记了，好像是标准哦，还是越来越快，有点忘了，因为我们只有玩两局还一局，对哦，我们今天都没有得罪实况主哎，晚点再来加这个哦。最后一 round 就是最后一 round 再来得罪。吃的哦，吃的食物完蛋了，完了！要是加到香菜的我都忘记了。加到香菜，
嗯，五罗旺斯香菜之类的，菜而行。不然就来个，不然就，哎、欸，可是这样会不会很难、欸？哎、嗯，卖快里的东西会很难吗？哦，可以啊，我们上次有玩卖快里的东西，啊、就是这个。他们给我出什么小白打中介龙啊，然后小光加漏水，我就是跟卖快有关的东西，这样。跟卖快有关。对，想看、啊、跟麦块有关，跟麦块有关的东西。嗯、我想起来，我要出我上次的题目。是形容吗？还是好？嗯，形容一件事吗？他的名词要在麦块里面，对，名词在麦块里，这样。名词在麦块里的哦，所以麦块里的东西哦。对对，麦块里的东西。麦块的，你有没有想说哈基？哇，是麦块里的。方块或道具而已嘛，还是能用形容的？就道具就好。嗯，是单一，就是看单一名词吗？还是可以一件事情叙述？感觉如果只有名词，会不会太简单啊？嗯，对啊。那不然就可以形容的那个名词好了。好啊。對啊，你说就形容在里面干嘛都可以吗？之类的，对对对对。嗯。哎、欸，我看到观众出了一个题目，好棒！我要写这个。不是撞题啊。好，有可能哦。好啊，好，你们打复制好了吗？我好了，好了，好了。然后后面就不要用复制了，因为那个打错字超好笑。好，哦、打错字这超难的哦。来，秘密摸黑玩。哦，这个秘密秘啊！我们打什么？我看不到题目啥。等一下让观众也可以猜了嘛？对，观众可以猜。哎呦。有有有，看不到自己画。哦哇，加油！真的，哇，好黑啊！等一下，所以我是用什么颜色都黑的、哦欸，它还是有一点点小的方框的。哦，不见了！不见，画什么都黑的就对了。对对对对对，哇哦！它一下下就不见了。哦哇，这怎么画？怎么画这个？等一下，我想想。就等下你不要不见，你不要不见，等下会重叠在一起。我完蛋了，他眼睛在哪里啊？不是啊，油漆桶我哪知道点到什么啊？点油漆桶哦，我没有拿到油漆桶了，我只是画而已了。油漆桶不能拿了啦。我好了，我跟你讲，你太快了吧？应该就这样了吧？嗯。哎，完了，我不记得他的手在哪。我刚刚是整个忘加点在哪，你知道吗？完了，完了，完了，差不多了，这样吧，应该在这吧。好好玩哦！是这样吗？要开台可以玩什么？哈哈哈哈哈！杰克斯大会，好好玩啊、哦！这个是要靠记忆耶，要自己记忆力够好才有。我要好了，猜一下，应该在这里吧？我帮他加点点。行了，我不行了。大概吧，应该。所以我们看到下一方的吗？就下一家的，就跟那个你盖我猜的那个模式一样，只是全黑。啊，他速度也是越来越快。应该是跟那个你就是那个我们第一 round 玩的那个差不多。哦、这什么啦？什么？哎、欸，这个画的很准呢、欸。什么？啊，好，就这样了。这是麦块的吗？这是什么东西啊？啊，我好像知道是什么，我可以改吗？应该可以，可以啊，还没有人答完，还可以讲。对，是三回，麦克有这个吗？是这样吗？不对，好像又不是。我不知道我的字有没有打对啦，就这样的。我们待会就可以看到各种错字。完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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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了。来了来了，时间到了。哦，完了。这是谁啊？那这个超简单的啊！我想一下，嗯，等一下，我放开，要马上，我用手去比拟你，比拟一下好了。我的手这个位置要画下。嗯，等一下，我画错了，完蛋了啦！哎呦喂，这是撒娇吗？完了，完了，撒娇啊！就这样了，不管了。好了，做好了，加一个比喻，这长什么样子？这样子吧。他眼睛在哪里？这里。好。
惊叹号。虽然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这边，大概吧。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这里啦，啊、差不多啦，就这样啦。谁知道？随便的。丢安妮来。啊，就这样。完全不知道你画什么，好难哟、喔。好想知道自己画的长什么样子。最后应该看得到吧？对不对？可以啊，可以啊。最后面是吧？够了。差不多了啦，差不多。哈？啊？我怎么这个？要东西啊？什么？哦哦，还是这样吧。应该是这样吧。我字有打对吧？很怕不小心撇了一个，然后那个字完全不对。这是什么？打错字了，好难哦。他到底长什么样子？我真的不记得了。他眼睛在哪？我不管了，就这样。完了，就这样吧。耶、yeah! ！好，我觉得这样可以，我觉得这样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啊。他最贱就是吸颜料，眼睛会撇过去啊。那眼睛撇过去，回来看着像，哎、欸，刚画到哪里了？完全不知道在干嘛，差不多吧，差不多是这样。就安尼啦。哇，我头一次可以这么悠哉，悠哉一样烂，因为只有因为我们重修改就差不多了，画完就好了。就这样了，就这样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你来，嗯，试试看，画你的手，你的手，你的手，好。欸、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要在他消失之前赶快画完、欸。对啊，画超快。我帮他加个，我试试看，试试看。还是比较好的，等下乱加。你现在在哪里呢？啊，是我。这么这样，是什么？谁啦？谁啦？谁啦？我不知道是什么，我完全没有选字耶，我就是打完，然后我也不选字。对 我想要就是想要效果，所以不想选字。他自己选字会选成什么？对啊，不行，我反正也不知道选哪一个。他可以选，我没有选哦，我也没有选。Yeah, 哦，有了哦。啊，就是你呀、啊！不是你呀、啊！哇，你还要哎、欸，你很厉害，还蛮准的，还蛮准的。哎呦！哇，你也画到哎、欸！画技，黑技，黑技，哈哈哈哈哈！画技哦，我怎么会有黑？哈哈哈哈哈哈！刚已经被偷是吗？哈哈哈哈哈哈！这个可恶，可恶，黑技，黑技了。哦，是哦，哦，这么长、啊，在泥土上哦，踩在泥上哦，我以为是他在搬爬板哦，哎嘿嘿，拿起来腿歪了，腿歪了，对，腿歪掉了，安德拿着头地，哇哇，哦，对，哎，这样那个好准哦。安德，这是安德了。哎，教室题的东西。哎呦，我觉得厉害，很棒，这个棒。这教室，这就是教室。哦，这是你画的，嗯。教室，这是教室。然后我又画了一个翘翅，然后我再拆了一个翘翅，没有动能，是要翘翅，没有动能了，动能下翘翅，哈，这是溺水的杜宇，太难了，是海豚了呢，啊，完了，完了，海豚，还是有一只海豚，还是有一只海豚。
台上台上，这什么东西？我本来想说悠悠在线哦，我本来想说怎么有骨头？哦，还可以吗？我的肚鱼跟海豚呢？对啊，有没有肚鱼？超可爱的海豚呢？我天！他那个都没听过。哎、欸，你这样也画的太奇了！哇塞！哎、欸，你画的真的很猛哎、欸！身体歪了，身体歪了！哦哦，不是这个、啊，眼睛在哪里？就是这个。我知道我那题发生什么事我来死了！你看，我们都被飞机有晕了。Oh no！ 哦，撞体，体验懂的，难怪我画两次，我也是画两次。不是，豆豆，你看，跟你有七八下，好像啊，这个鬼鬼，撞到鬼，好机智的大铁巨人。哦，姐姐打完了，反过来了，反过来了，被铁拳爆的，有好铁拳，我的手上有 WiFi 哦，打人去了。反过来了，哎呀，我天啊，笑死，好累哦，这个游戏颜面神经好，我也好 friend 呢，那也真的 friend， 我要回头玩那个最基础的，然后画 YouTube 吗？我可以别急一下吗？别急是什么？别急哦，可以，就那个慢慢画的那个，好啊，好啊，所以就出 YouTuber 咯，好好好。那我要先出谁？第一个应该是先是打字，对，嗯，可以形容东西吗？就是 YouTube 加什么东西？我觉得可以耶，感觉蛮好笑的。YouTube 加什么东西哦？啊、那我完全可以复制我上一个题目。不太行，不太行。那我想想，嗯，我想一下哦。有什么东西呢？看一下现在 YouTube 有谁开台啊？对啊，我也来看一下现在有谁开台。阿纪耶！什么？我想一下。八大娱乐百分百。嗯嗯，看一下，想一下哦。哦，我想到了。嗯，那这行不行？好了，我好了。YouTuber 嘛，就 YouTuber 加形容嘛。嗯，虽然我觉得这个应该会被挤。哪个啊？我会怕很撞，很怕撞壁。啊、应该还好啦。我觉得我的聊天室已经都在洗某一个，我觉得这个题目应该会出现。好啊，这个。我想一下，我想想，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休战姐。有限定是游戏圈吗？没有吧，就随便啊，都没有吧。跟你讲，我上次画厚厚了，难画，超难画了，我看不出来啦。对，下一家是杰瑞。嗯，完了啦，我的页面全部都是 VTuber 啦。都是直接出自己人哎、欸。VTuber 也是 YouTuber 啊，他也在经营。不是啊，我出了你们哪会知道啊？全部都是日本的。我会啊，我们去查、啊，我们去查、啊我超级滴滴哦，啊、你们应该是不知道哦，怕爆。你是冷门滴滴吗？没有出，没事哦。你要画得出来，猜就猜不出来。对啊，对啊。
阿凯莎，蓝色头发，然后什么眼睛什么颜色，然后戴日记本。好，好，那我要按咯。啊啊！等一下，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啊，等一下。我们会不会撞题啊？我觉得很容易晃，很容易撞哎、欸。知道。不是啊，完全出港不熟的，好像也很奇怪。对啊，你觉得出熟的比较好笑。对啊。啊。我要出冷门的。我直接出里面的。好，我想好。好，要开始了吧？ 我不想再看到我。没有你了，我这边没有你了。有人卡了啦！有人卡了。我觉得不太行哦。看到我会吉他哦。吉他？你不是你会弹吉他？我就是要这个啦啊！啊，我也这个啦。哎呀，就这个了。哇啊！这个我要去，你这个，等一下，没有画过他哎、欸，等一下我查一下他人设长什么样子。我觉得我会被打爆，因为我会画得很恐怖。就那不是你的选择了。我觉得有点可怕。嗯，我画的。嗯嗯，好。下，这个好难哦。到底是谁出这个题目的、啊？哎呦喂、啊！你大概就知道了、啊，对不对？真的。我要来玩火、哦。好，玩火，玩火，玩起来，玩起来。啊，这很难很难，照着这个形容。怎么会哭了？因为他配件好多。哎，这样子。哦、oh.。嗯，想想的话，嗯，大家都非常的认真，太难了吧？我好奇谁拿到的题目，真棒！好，感谢出这题的人。这个是我的极限了，这个没办法了。嗯，就这样了。哎呦！眼睛是这个颜色哦。哎呦喂！嗯，好每次玩这个游戏玩完之后，都会觉得要下定决心要去练画画，但到最后还是没有，到最后就还是没练。等一下，你练卧推真的比画画好。练卧推。我不会画人哦，真不会画人。哎、欸，对耶，再加这个，这个颜色的、哦，已经变自由发挥了，已经不是，已经不是你，已经不是原始的题目了。
我还是有稍微的熟练吗？应该是有到题目啦，应该 maybe 怎么哭啦，小杰克？小杰克，小杰克，小杰克。对吼，可以画这个哦，忘记了。红橙，我不知道怎么表达。黄绿蓝，那什么？想想，会不会被杀掉啊？应该不会。没事啊，我都要被杀掉了，你不用担心了。真的啦，我都要被杀掉，死的不是只有你一个这样。对对对对。这什么？好难哦！是这个啊？这个好了。嗯，对啊，我都一直忘记它可以调笔的那个哈粗度。对啊，我都忘记了。我都用草最预设的那个。啊，我正在玩火。玩起来，哪次不玩？哪这火很大吗？烧得很旺吗？蛮旺的，老实说。然后，哦哟，众人皆知，众人皆知吗？不是，众人皆知，听起来好。听起来是蛮恐怖的。我想问一下，会有宝可梦出现吗？啊，不会啊，为什么？啊，除非别人定有吧，有实况组的可能那个可能会有啊。怎样？怎么了？怎么感觉好像很紧张之类的？对啊，讲到宝可梦为什么很紧张？没有，没有很紧张啊。那你为什么要问？问一下而已嘛。哦哦哦。哎。好。更黑，太难了。有人画好了，我画好了、啊，我已经我在等你们。对啊，画好了，差不多，我也觉得我没什么好加的。其实也是好了，我也好了，都好了，所以差哈记吗？剩下哈记，对，还没好吗？哈记 OK， 杰克好了啊，那等我一下下啊，好，慢来慢来。感觉啊，这个要呈现不好呈现。哎、欸，不对耶。这样来加一点东西好了。我不知道你说的宝可梦是什么意思。懂了哦，懂了。不知道怎么弄啦，差不多啦，就这样。你是说超能力系的吗？对啊，模仿。超能力哦，不是吧？不是，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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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啦，我没有出，不是这个火，是这个火，但已经那个也蛮火的，对不对？那个很火啦，对对对。差不多啦，就这样了，算了算了。放箭放箭。哇，这可以当封面图哎！嗯，哦，哪里过来？哪里过来？哪里过来？没得劲！要下班喽！老鼠呢？这是谁？我不知道是谁。我觉得这应该就是小雨的 BTuber， 但我不知道是谁。这个是谁？没有，我没有出 BTuber， 因为我知道一定有人不知道。这谁出的狠玩哦？
后哎、欸，是谁啊？哦，绿色头猫。对，我想过这种。所以是不是根本是他计划的吧？有可能是我的。我要看观众的答案了。等一下，我们题目是什么？我忘记了 ，YouTube 而已嘛。YouTube 的，然后加一个做一件事，什么事？对吧、啊？对耶，忘记做一件事。为什么我的观众都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这是谁耶？是这个吗？等一下，加我可以只回答这样吗？这样应该可以吧？应该大家可以知道是什么？是这样的吗？应该可以。我是詹，是打架应该没问题吧？不不可能，然后不管啊，应该是这样吧，啊、就是对哦，好瘦，谁？怎么又是这个？这个要怎么画？我不会画，完蛋了。我要用色块，我用色块、不好意思啊，这位，这位，不好意思。为什么我连 Google 我都快不 Google 不到这个东西？哈？啊？居然会有这么困难的题目？哇塞！你们都有在看 B-Tuber 哦？没有，我刚没有吧？聊天室吧。我连续两题都抽到 B-Tuber 是怎样啊？太扯了吧！哎呦，等一下不行，我这个一定要去估一下，不然我会被杀掉。杀的，大家都在玩火，就是玩火，是不是啊？你们说玩火什么意思啊？不用打。等一下，你们看那个全部就知道了。哦，对，有够玩。哦，是那个玩火。啊，这个好难！不行，我怎么画的好像食物哦？画的好像食物，是吗？是我刚……哎呦呦呦！有系统，到时候突然画面变木炭，变食物啦！看一下啊、哦，是一直在画这几个人。I'm so sorry. 你们不要在那边哪里哪里代表上香好不好？你们很坏好不好？你们不要这样。我很努力了，台南代表三香，我超努力了，忘记了是哪样。就这样吧。啊！耶！是如果他看到这个题目，我告诉他我爱你的，我们是爱你的。我们是爱你的，这么严重？好严重啊！什么？好严重啊！到底你们出了些什么恐怖的东西啊？我的天啊！完了！还是猜的人，还是猜的人猜歪啊？对啊，没事。好的哟。裤子什么颜色、啊？哎呦，我不画了，完了。我画了以后，我不知道我在画谁。还有，找得到。完了，我不知道还要加什么。可是，哦，这个这么难画哦。哦，看到了。好嘞，我要去厕所。我
然后我们这时候都按坐了，团团就来不及回来。对。我应该没画错吧？好了，啊，再改一下这边的。又来了，熟悉的东西又来了。没事没事，那是团团去上厕所，没事。没人没人，没有没有没有，乖乖乖，没事没事，乖。你说什么偷米吗？偷米表示有一个好可怕的人经过。门真的打开了，有门的声音。Yeah. 有门的声音。就只说我去上厕所而已。去上厕所而已，没事没事，好，乖听话。你继续睡觉。那我再去开门。很坏哦！你要跳 It's Joh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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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ny 来了！啊，讲讲讲，还没，还没。哇，好像快乐氢化物了，突然觉得。我要这时候偷插广告。Johnny， 投案，投案。我就一个瞬间觉得我右边画的人好像快乐氢化物。我觉得我右边画的东西好像食物。食物。我觉得我这题长得跟那种钓鱼标题一样，居然对，整句就是个钓鱼标题。放广告，吃广告喽！啊滋啊滋啊滋，好吃。我们剩下谁？我等一下。二八八。对，会觉得很怪怪的。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什么叫做我尽力了？什么叫做我刚刚放的广告是最后的？杰克好了，等一下，再一下下，再一下下，再等你一下下，再等你一下。哎，亮亮亮亮，他会自己耶？他觉得你真的刚被按到了，哦，吓到了。我以为是他刚自己觉得太久了，他说要十点了。十点了，这是什么？什么？等一下啊！什么？是什么？这个吗？啊！哇！这个吗？有这个的，有这个的，应该是那个吧。哦。
我的天，他妈是谁？玩的应该是吧？太滑啦！太滑啦！好摇，太滑啦！为什么要画他画两对啦？天哪！滑起来！我真的是不想要画那东西啊，好好油啊！好油啊！我觉得我画一个就已经好累了，还来第二个。我要画第二次了。你们太油了。等一下，这里是不止两个，是不是？我的天！我的天哪、啊！啊，是有撞题哦。没有，因可能不是应该不是撞题，是撞人。哦、天哪，我也是画两次他的、欸、很爱他哎、欸、我真的没想到我有一天要画他、哎、想不到吧，想不到吧，哎，擦一下，他一定很开心，被会画画的人画他。啊！哦，这个也太难画了。去，我 Google 一下长什么样子。衣服长怎样啊？忘记了。啊，想起来了，好，没事。哇，真正是冻袂掉啊！这真正是就太难了。是怎样啊？是这样吗？哦，好像是这样。看一下，我掉，我掉。陈黄。黄。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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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了啦，剪了啦，哦，剪了啦，剪了啦，我帮你码啦，好，没问题，谢谢，码掉，完蛋了，这个好笑，还行还行。哎呦呦，那是这里。喂，好的，太快了。哎呀，这边画错了。这个人好坏，可以这样。哪个人好坏？出题的好坏。嗯，出题的坏。出题很坏，然后里面那个人也很坏，所以画画的人也很坏，真的。但是大家都一起下地狱的、哦、啊，真的假的？你们都画到很下地狱的、哦？没有了，这个不下地狱。哦，然后目前还没有，希望不要。可能你对地狱的等级有点太高了。没有，我的都很正常，我的都没什么特别的。刚好没看到。我一直在画彩虹而已。我也在画彩虹。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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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看来我下一题就是地狱了，是不是？没有啊，最后的吧，你就会看到最后一个而已。哇，猜一题。好的，等一下猜一题。那应该就没事，那我应该没有加入地狱。好的，耶。好的，有人没好吗？我还没。你要只要在，应该是有一个人按做了，就还会开始时间倒数。没有啊，是四个之后吧。可是他刚刚是三个、欸。没有，刚刚有碰到五个。对啊。哦。换来试试看啊，雨杰可以。不要。我不要尖叫声。尖叫声。给我点尖叫声。哼哼哼。说等下地狱的是我的题目，没有吧？我没有，又是你哦！哎呦，没有啊！我的题目应该是可爱类型的，我的题目除非是歪掉，不然不应该会对。开始怀疑了吧？我还好吧？我没有，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说什么话？我应该是把人家的题目弄得很地狱。你给我试题又地狱了，我跟你讲，反正要下地狱了。我刚才说我要换地狱哦，我要地狱喽。然后我看到那个就说，该不会是你吧？我觉得应该是哦，你应该懂我、哦。啊，很危险哦。可以啊，可以啊，我就是这样。好的，帮他加一点。不是啊，这我画到眼睛会脱窗啊，我到眼睛快脱。那我画完之后，你不看我的画面啊？哎，没事。哎呦，画的大点呢！我的妈呀！好像没有这么那个。哎呦！尖叫声！不要！感谢新会员。不行！尖叫声！啊，是这样了啊！叫是，四个就有了。对啊，这四个就有，它过半呢。哦。有人的尖叫声，还有一个没按，又是我，原来是，我以为你好，我还没好，我以为你在等到不耐烦了，没有，因为大家都说大家都帮我上香，所以我就很努力的，努力在收那个吗？太危险。好了，我好了。最后呢？哎呀，为什么你出去两次啦？哇、哦，不对，这次不是他、欸，为什么啦，白痴哦、喔！这个的场景是，做什么啊？我就很厉害、欸，就这样的，不知错。反正最后一题我要乱猜了、啊，你真的是，哦，等一下，你有猜完，然后也一直跑出来，好好笑。我完了，空吗？没有，刚有那个按超过分之，刚想零的。哦，我打完了，我还没按确定。哇，我也还没。哦，还是你们先说你们，哎、欸，待会直接讲，好，待会再讲，反正最后一个。反省哦，这你出的啊！很可爱，一模一样，好猛哦！赞哦，完全一模一样，哈哈哈哈哈！那是反省哎，哇！有哎，哇！哎，我兔子画得很认真，难怪你上香了你。哇，那一招好经典啊！反省的头像要不要换一下？
好，换哪一个？换纸船贴的好。那个纸船那个。下一个谁嘞？好，存好了。我跑跳跑酷啊？为什么？我懂，我懂，为什么会有？对，我为什么好的你呀、啊？就是你，就你们，不杰克，好杰克。我刚刚换完，好像有一阵，我都不知道加什么，随便加一下。哎呦呦，还有还有出来，口吐彩虹跑酷。就你啊，罗斯哥啊，弟弟啊，我猜是我猜，哎呀，坏啊！我怎么不知道玩笑我？玩呢？哦，他怎么反过来了？今晚干杯！哈哈哈哈哈！哎呦，哦，消费消费！哦，你知道吗？这应该是你出了，你知道？我刚刚看到，哎，我很认真的，有有有有有有有认真的，没少的。我可以把这张图拿去寄给他们信箱。不要。这可爱的，然后画图 OK， 我只打了 pick 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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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滑哦，好滑滑起来，好滑哦，你们不是一样吗？差不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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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了。放声的啊，就你呀、啊，就你呀、啊，我、oh, 好强哦！哎、欸，你看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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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像素风，像素风，你看一代一代一代嘛，哎呦，哎呦。你怎么还没跌倒？地上已经一滩了。有嘛？那就是有滑倒的原因啊。好很难呢、欸。该感觉哦，有歪掉。这样子我表示靠滑、啊。你要滑出号机啊！你看桌子啊！哇哇哇！好强哦，很强哎，强哎！难怪杰克每次都说要等，等了很久啊！哇塞，现在太轻松了吧？怪不得，这还没打完，你又要打什么？又要打什么？因为 Hollow Life 的那个谁，忘记了，还不是一样。没有，这住在深海的 Bobo 哦啊，就是这个又太深了，太红出来了，哦，哎呀，在深海哦，我有在。太可怕了！好可爱，好可爱，难怪在最后变彩虹。好可爱，好笑，存起来，危险，危险。哎呦，太霸气，太晕，太晕。想怎么搭那么多彩虹？对啊，反正我为什么这么多 B 球粉，你知道吗？超多。两个 VTuber 有够难画，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好累，拜拜。啊，玩到后面真的好累哦，前面笑太爽了，后面都没有力气了，感觉今等下很好睡，我的天。好啦，那就这样啦，那明天就是十点开服就开台吧，那到时候再来看我吧。日麻的话，等可能维修更新再来玩。好啦，就这样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喽，拜拜！各位晚安喽，应该很好睡。
啊，然后去露营。